Hello，大家好，好久不见呀！这部影片呢是关于到我去布拉迪曼考了一个 OW 的潜水照，然后是和一群陌生人，就是来从小红书上一起认识的，然后就讲从 KL 下到布拉迪曼去考一个潜水照。我现在在走着回去冲凉，然后我今天真是非常惨，就是我教练一对一教我不用紧，然后我又学不会，然后变成人家六点多就上岸了，我七点才上岸，我不知道欲哭无泪。你看，一个粽子，很好，我觉得有一个很怕冷的室友是好，因为我也怕冷。记录一下，这个是我的 roommate， 然后你们觉得我是最棒的吗？还是最差？你看家有一个字吗？完蛋了，明天是肯定要。Excuse me。我要拍你翻车现场。保温的，其实很好哦，值得购买。我在看我的手，到底是看到了吗？没你一个人吗？Thank you.
谁？你我？嗯 ，Seriously？ 嗯，哦，认真，哇，认真。今天是最后一天啦。